我而家揾到自己嘅發展方向，作為一個機電見習生，平時除咗要確保工地嘅進度之外，仲要負責驗收。香港建造學院同業界一直合作無間，提供就業輔導。我可以一畢業就喺心儀嘅公司發揮所長。喺公司第一次接手嘅 project， 永遠都係最深刻嘅。喺學院學到嘅工藝知識，可以令我更清楚前線嘅工作內容，令我喺管理上更得心應手。建造業致力發展數碼化 ，BIM 技術提升咗出建築圖嘅速度，加快咗工程進度，滿足咗香港未來建造業嘅需求。我認為建造業未來會有更加多嘅發展機遇同埋挑戰。透過業界同埋政府攜手合作，會令行業更加數碼化同安全，吸引更多年輕人入行。如果你都同我幾年前一樣，未找到自己的發展方向，不如試下加入建造業啦！建造業已經不同你想咁噶啦，你一定會找到當中的樂趣㗎。